干什么你？哇！你先在这边，我陪你坐一下，坐一下。今天场景换一下哈。对。然后我们把沙发弄回来。为什么今天选择沙发弄回来？因为呢，只有我一个人在这里。今天教练团队全部都在拍摄我们，新的一个宣传，一个这要怎么讲呢？也不能说宣传，就是宣传影片。好，宣传影片好了，好不好？我早上呢先去拍了，我早上7:30就起床，出发啊、8点多出门，然后一直拍到刚刚回来，准备给大家直播。各位欢迎你们进来，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吧？啊，今天是百万划水的日子。百万，今天我们给百万买了一个这个谁买的？我买的。你买的一个项圈给他，很可爱。哦，看起来他就更有高级感了。对，给我有冷静一点。他这样摇的，你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他的项圈有给大家看看有多跟这个画面有没有很搭？搭绿绿的。哎呦，他重的要命。来，你看他项圈可不可爱？可不可爱？这 Vivi 给他买的一个项圈，这里哪里？看到吗？哎呦，跟背景的颜色有没有很搭？的是不是很可爱吧，各位？来。今天谁跟你们跳操？告诉你，我跟 Vivi， 然后小霞也还在拍。哇，小霞昨天回来，我看她那真的要好好休息，她睡了一整天，憔悴的脸。然后有没有今天想要期待小霞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有没有？有的话帮我刷一下小霞好不好？来 ，OK， 你在沙发上陪着大家练腿，可以吗？我听说小霞来不了了。啊，真的、啊！我一直想说他可以陪我们练腿，但没有。我想说他回来的时候，但他要拍影片，对呀、啊，没办法，赶不回来。哦，他刚刚不说本来要赶回来，赶不回来了，没办法。哎呦 ，delay 了、哦。他们全部呢都在拍影片，所以还没办法回来。今天就我跟 Vivi 陪你们练腿，还有百万，可以吗？好吗，小霞？小霞今天终于来参与到我们整个团队的拍摄。对，小霞今天跟我们一起拍影片。哦，你看 Vivi 姐今天造型不太一样，对不对？躺着休息一下。你看今天有化妆，然后有头发的造型。哎、哦，今天你看我没戴帽子，哎，看到吗？因为今天早上拍摄啦，所以没有戴帽子。OK， 可以吗？各位，今天要练腿，哎，跑去哪里？百万，你不陪大家一起练腿，快点过来。难得我们弄一个沙发是为什么？你们知道吗？因为练腿的时候，我想说，万一 Vivi 累的时候，对，他可以在，然后可以让我休息。对，终于有沙发，可以坐了，是不是？好了，你期待来了，今天就我们两位， yeah. 好不好、啊？很久没有只有我们两个人单独陪大家练习。好了，没有几个电灯泡在了，就是我们两个了，好吗？几个电灯泡这样都在拍摄，我们今天早晨呢，这个就开始一直拍到现在，对，希望未来给大家看到一个我们团队非常棒的一个宣传的影片，对，让你们看到我们的力与美，好不好？ Yeah. Yeah. 好了，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准备一下你们的运动服、对，运动装扮，对，然后同时间准备你的水，对，那还有这个 Vivi 的抹茶的 ，Vivi 呢准备了抹茶粉，然后还有这个电解水啊呀，哎呦。红绿灯、啊、我发现我是没有办法喝你的抹茶了，对，因为我是一个对这个所谓代谢快这件事情，这件事其实你是不需要的，不需要的，因为你体脂已经很低了，我已经太低了，你只要补充电解水就可以了，电解水要补充，因为呢里面呢会有很多一些这个矿物质，当你在流汗暴汗的时候补充进去，肌肉比较不容易抽筋，因为每次跳操的时候汗真的爆太多了，你看看我的手臂，看到了吗？我已经体脂肪低到这个样子了，嗯，很多练健美的人，他们去比赛之前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子。好，我们准时来了，准时35分，我们就要开始暖身了。因为呢，我们现在好像就是我们都给大家说，我们等人5分钟，有没有？对，大家就真的要35分才要进来呢？真的假的？就是刚刚前2-3分钟的时候呢，我很想要想说，不想听我们聊天就对了。不是，就是前2-3分钟的时候就想说，我们可以干脆就跳起来算了。哦、oh, ，来来，就没有想到等到35分的时候，这个人就瞬间啪，然后到齐了。好了，很多人就等着人数要进来才开始跳。好了，各位准备好了吗？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开始了，已经35分了，大家都进来了哈。现场将近40万人，鼓励大家现在跟我们去暖起来。你在哪一个城市？告诉我们分享一下，让我们其他的小伙伴跟男孩女孩们知道你并不孤单。我们一起在健身减脂这条路上，成为我们之间的好伙伴，好不好？来 ，Come on！
音乐，第一首歌我们先来暖一下手，就我们两个开心的暖身，耶、yeah, ，空间好大呀， yeah, 好大的空间哦，耶、oh, yeah. yeah, ，只有我们两个人，哦耶，没有很多变声炮，那几个大只佬都不见了，耶、yeah. ，我就是最壮的了，呀，哦耶 ，Come on，Let's go， 来了吗各位？跟我们一起跳起来喽 ，Come on，Let's go。脚动起来，跟着一起来，动作非常简单。如果你刚进来，赶快设关注，跟我们一起开始暖身。Come on， 四十多万人了，加油 ！Let's go， 手上 ，OK，Come on，Oh yeah，One more time， 哦，加油，动起来 ，Oh yeah， 再一次 ，OK， 五、六、双手。Hello， 各位，欢迎大家一起进来。现在我们正在暖身，你赶快设关注，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今天 ，Come on， 就是好日子，加油！耶、yeah. ，手画圈，手画圈，来哟、哦！哎，我怎么没戴帽子？因为我们今天去拍摄宣传短片，希望您各位看到了。Come on， 双手跳起来 ，Come on，Oh yeah，Come on， 再一次，就我们两个今天跟大家一起跳操可以吗？就我们夫妻俩，没有电灯泡 ，Come on，One more time，Woo！方向耳朵一定痒痒的，怎么搞的？为什么耳朵很痒？一直说他们在电灯泡，张峰跟玉轩这下，来，走上 ，Come on，Oh yeah， 跟着我们一起，轻快的音乐跳起来。今天虽然是练腿，我们要开心的享受，加强你的基础代谢，跟着动 ，Come on，One more time， 双手，再一次 ，Oh yeah。刚进来的记得设关注，跟着我们一起暖身动起来，动作不难，只要你愿意都可以。前面二十五分钟很简单 ，Come on，OK，、okay, 夹一下，手夹胸一下。今天动作暖身都很简单，前面二十五分钟都是中低强度的，可以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如果你刚进来的，千万不要错过，来上 ，Come on， 中间。下面，中间 ，Come on， 上面 ，One more time，Oh yeah， 下面，再一个，五、六、七 ，Go， 往外 ，Come on，Oh yeah， 跳起来 ，Oh yeah， 很好，各位，调整呼吸，循序渐进，量力而为 ，Come on，Oh yeah， 往上，横倒。让我们开场，一起暖身，四十多万人一起 ，Come on， 动起来，越来越多人一起进来了，加油，各位 ！Oh yeah， 掌声鼓励一下 ！Yeah， yeah， 大家看到不一样，对不对？今天只有我们两个人，就我们两个。然后呢，今天这个衣服呢又是新的配色， 再来一个呢就是我的妆，噔噔。哦，今天还有我的发型，我跟你说，因为。平常我都是素颜，对，然后呢，所以只有画一个口红，其他全部都素颜。那今天呢，因为拍影片，所以呢化了一个妆，然后这个化妆师呢很厉害，他帮了很多的艺人化妆，然后呢，重点是他是跟红十几年的好朋友，所以呢二十多年了，对我们他比我们认识，我们两个认识还久，哦，对对对，跟红还没有认识我之前呢，就有认识他，然后二十多年的没有。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因为呢，他开始进到我们的团队。哦耶！然后每一次呢，重大的活动，他就会帮我们化妆了，对，妆化好，头发化好。所以呢，我未来我会请他教大家怎么样化好看的妆。哦。然后还有教大家怎么编好看的运动时尚的发型。哦耶！然后让大家呢，在跳操的时候打卡都超美，好不好？可以吗？现在四十多万人在我们的当中，鼓励你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我们现在先来一个改善圆肩驼背的，啊，还是我们现在来一个那个什么好了？还有一个踢腿吗？
好，拜拜。好，改善圆肩驼背，先来公公偏头痛，让大家简单的动作一起练起来，大人小孩长辈来跟我们一起看好不好？加油 Let's go Come on Let's go， 动作不复杂，四个动作，一二然后三 OK 四，四个动作而已，很简单，跟着一起跳起来 Come on One Woo 对 One more time Come on再一个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Come on 打开扩胸很好再一次 Come on 动作简单只要你愿意都可以跟上很好改善你肩驼背让你不要再肩颈酸痛了就这个动作学起来 Come on 下一次 Oh yeah 五六七八手夹一下Oh yeah Come on 再一次往上吐气 One more time Oh yeah 今天就我跟 Vivi 带大家一起来练腿日可以吗我们少了电灯泡但刚才百万有跟我们一起再再邀请他回来跟着大家一起动 Come on One more time五六七八，换一个动作，动作不难，只要你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很棒。再一次，拉下你的背，手肘不要放下，往后拉，改善圆肩驼背，让你的肩颈不酸痛，让你抬头挺胸做人，昂首阔步。我跟各位讲，好的体态让你看起来更有精神，加油，一起动起来，往外扩胸，手心向上往外推 ，Come on， 再一次，腋下夹紧，不要打开 ，One more time， 哎，还没有，再一次 ，Come on， 再一个，吐气 ，Oh yeah， 五六七 ，Go， 夹一下 ，Come on， 再一次 ，Oh yeah。动作不难跟上学起来手心向上往外夹往后来垫个背 Come on 再一个加油跟上可以只要你愿意赶快跟上来 Come on One more time 再一次加油 Oh yeah 很好五六七 Go 掌声鼓励一下耶、yeah! 可以吗各位是不是开始有点汗了？开始冒汗，开始冒汗。然后我刚刚看到呢，有人留言说：“哎呀，我是男孩，我不需要化妆。”然后告诉你哦，就是我们这个化妆师超厉害，他不只是会画男孩，还会画哦，不只会画女孩，还会画男孩。他曾经还出了一本书，是专门教男孩怎么样画型男妆。你干嘛今天一直在帮他打广告？哎，不是，因为我要帮他们，帮他拍影片，帮女孩、男孩拍影片。可以提供很多他们化妆发型，百万也化妆了，你们看得出来吗？有，百万他的化妆在这，他的鼻子有没有比较挺一点点了、啊？他，你去怎么了？百万，他的鼻子你去美容了吗？百万戴的项圈，你没觉得更漂亮了？有，更可爱了，更有质感了。对，好，很好，你不要让大家觉得你都没有认真在陪，很好。对，他今天练腿，他在他哪有练腿？他就躺在那里，他的腿这么壮还没练腿，他每天都练腿，所以各位今天让他陪着你们一起来。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踢腿了，好不好？也是一样，音乐非常的轻快好玩，一起踢腿，踢起来，让我们开始暖身，暖起来 ，Come on，Let's go， 音乐下，哎，是这首吗？我不是有另外一个，来 ，Come on， 哎，先这个，待会再来一个 ，Come on。再一次，动作不难，我们把腿暖起来，只要你愿意开始就能动起来，可以吗？各位，可以，不要一直在化妆上面，可以吗？哎，我已经化好了。我知道，我说可以，想一下，一起动，打开你的腿，迈开腿就对了。各位，把腿踢起来，踢，跳踢 ，Come on，Oh yeah， 脚勾起来，往外踢，踢好。包括核心在用力，对，很棒 ，Yeah， 你看一下你踢的方法跟我一不一样 ？Come on，one more time， 再来一次，吐气，充满弹性，对，
很棒，再一次 come on， oh yeah， 今天就我跟 Vivi 跟大家一起练腿，不知道小虾敢不敢的回来，我们全队都在拍摄影片，给大家看到我们帅气的一面，我们的团队五六七八蹲，屁股向后坐，记得，对 ，Come on， 抬头挺胸，往外 ，Oh yeah， 很好，就这样，动作不难，不要只是看，赶快跟着我们一起练起来，设关注，点赞，一起动起来，脚踢 ，Come on， 往外踢起来，再一次。One more time， 再一个 ，Come on，Oh yeah， 准备开口跳 ，Go，Oh yeah， 很好，各位，今天练腿也将近50万人跟着我们一起在暖身，前面的强度不高，欢迎你加入进来，一起跳起来 ，Come on，One more time， 很好，再一个。流汗了，对不对？过瘾，休息一下，调整呼吸，很棒。鼻子吸气，嘴巴吐气，脚向上踩。再一次，很好。刚进来的记得设关注，你讲加油！记得新进来的一定要设关注哦，男孩女孩。OK， 开，已经没有人在旁边了 ，Vivi。OK。怎么样？加油！你要说我不专注吗？不是，我告诉你，你说有人在旁边，你不方便出声，这样没人了。你想讲话就讲话了，加油！转身，身体旋转，对，不要只是左右踩，加上旋转转腰，让你腰线曲线更好看。Go！ 再一次，打保龄球，脚后勾，很好，再一次 ，Come on！One more tim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Oh yeah， 掌声鼓励一下，可以吗？各位，还好吗？好多新朋友进来哦。对，来，如果今天你是新进来的男孩女孩们，记得一定要设关注哦，因为这就是传说中刘教练的直播间。刚才一直很多人刷 Vivi， 今天非常的漂亮。对，因为我今天化妆了，跟平常不太一样。因为平常我们都没有化妆，但怎么没有人说我今天非常的帅呢？因为你每天都很帅啊。你在给我那个表情，他还给我叫，我想要吐出来，你这。旁边这个快要吐的是芒果姐姐。想办法把他弄回家去。你看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身就不觉得我帅气，你看到没有？没有，你会觉得我帅不帅？你要学我，就是假的，你要赶快说。你说没有啊，你每天都很帅啊。什么？能不能？什么叫假的？不要乱教，发自内心好吗？百万，来，你看，百万今天帅不帅？百万。百万也帅啊，你看我们百万帅不帅？百万帅，帅，因为他今天带了，他是美不是帅，漂亮的项圈跟我们后面好搭哦，我的妈呀，怎么那么搭、啊？百万，你不能再跑掉了、哦搭，好不好？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我老公昨天晚上在睡前忽然跟我讲了一句 ，V， 我觉得你最近这几天都不够专注，然后我想什么？跳操直播间我跳操不够专注。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然后想说，哎呀，你就是不认真，哎呀，你每天在旁边、啊、就是这边混来混去混时间，其实我什么也没说，滑水啊什么，我就开始一直听到这种声音。其实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跟他说没有没有，我说你不是你，我说你可能太专注了。然后我就说那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你很专注？然后又说你可能太专注，矛盾嘛，矛盾。然后我就说好，这样我不跳了，你自己跳。我要去飞欧咔咔掉了。然后问题是我什么都没说，他自己幻想我，然后说你再说，你再说，我说我没说话，你干嘛？他就自己幻想我说话。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公讲一句话之后，你自己幻想成很多的话，然后不断的感觉他一直在嘲讽你，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说。他昨天又这样，然后跟我讲你再说，我说我没说话，你怎么我在说什么东西啊？他说没有，你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我说什么意思、啊？我跟你讲，女人就是这样子哈。我们这个可爱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你知道啊，我们就
拍了一系列类似这样的影片，然后给你看，好，让你看看到底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有时候就他明明说没有说那个话，可是我就听到了有这样的话，很奇怪。到时候大家有这样的例子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听，有没有？你男朋友或你老公讲了说，哎，你觉得我今天是不是有点胖啊？然后说不会啊，很可爱。然后你就会幻想出他有很多的话在嘲讽你，什么胖，你就是胖，什么可爱，你可爱是觉得我胖。就是他会自己去想这些。好了，各位，我们不说了，现在还没有到聊天的时间。现在在做前面燃烧卡路里有氧的时候，来，我们再来一首歌，轻快一点点的女神操，带大家把核心暖起来，好不好？来吧，女神操要来一首，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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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动作不难，一样屁股向后 ，OK， 左右摇起来，可以吗？各位，动作不难哦，男神女神一起摇起来。还没关注的设关注，切记这是雕塑你的线条，改善假发宽。我们一起来 5 4 3 2 1 go， 左右，哎呦，我全身已经爆汗了， come on， 哎，我们教练杨毅怎么还在榜一偷看我们呢？我们讲他坏话，你看他一定听到了，摇手握头， come on， come on，专注杨毅，你专注去拍摄干什么呢？我来偷看我们直播。Come on， 再一个。没戴帽子的坏处是汗会流到眼睛里面。单头，雕塑手臂，同时让你改善假发宽，雕塑你臀部的线条，还有你腰的线条。各位把这个动作学起来，看一下我的屁股。是弯的，后面翘着的，臀腿弯曲，很好，下上准备，下下 ，Come on， 下下上上 ，OK，Come on， 我们一起 ，Come on， 天天向上二头 ，Oh yeah。跟着音乐摇摆起来 ，Come on，Let's go， 释放你的压力，让自己充满活力，充满青春热血的感觉 ，Come on， 再一次 ，Oh yeah， 再一个，我们看，翻头，很好，动起来 ，Oh yeah， 就是这样，摇起来，再。手肘向前 ，OK， 下上，可以吗？各位，跟上了吗？摇起来了吗 ？Come on， 调整呼吸，摇一下，吐气，再来一遍，二头、三头下上，看到 ？Let's go， 吐气。Oh, come on。Oh yeah, oh yeah， 就是这样，动起来，向上。空间好大，没有人阻止我了。Come on。Oh yeah。可以吗，各位？哎呦，摇起来没有？流太多汗了。嗨了没有？有觉得嗨了，帮我刷一下嗨了，嗨了，后面还要更嗨，今天嗨，好不好？哦、哇，汗流，哎，你要不要擦个毛巾啊？什么？我要擦个毛巾？就是擦个，我用了拿毛巾擦个汗吧。我擦个毛巾，谢谢李宝贝。真，说话，他跳了半天，妆一点都不会花。哎，开玩笑，我这个妆化一个多小时，我怎么可以随便让他花？问你，你平常就是因为脸都不流汗？不是，因为我流身体啊。哦，我的脸就是比较不容易流汗嘛。好，各位喝口水，调整一下呼吸。今天呢，我们的朋友钟丽缇 Christy 也来到我们的当中，带着我们的孩子。今天下午我们去工作，他一样做了吴尊的工作，带他去玩。你要来打声招呼吗？照顾小孩，好辛苦哦。哎，但你没有声音。对 ，Hello， 对 ，Hello， 亲爱的们，继续加油。Oh, yeah.哎 ，Hello， 他一起来 ，Hello，Hello， hello, 这个有声音，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来玩，对不对？是的，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已经很久没见了，3年了，所以今天呢是我的
成就了迷见孩子们的，非常的荣幸可以终于看到郭宏哥。对，欢迎来到我的直播，你老公有来了。对，我一直在旁边跳了，对，有流汗了吗？就是出汗了，对，而且你知道他的小孩，因为我们已经大概三年没见了，三年已经长这么高了，有一个已经比你高了，是的，太夸张了，接着已经长得比妈妈高了，对，好吗？是的，那 Chris 也在跳操带大家，如果大家有时间，也可以跟着他一起来跳。他的跳呢，自己跳也是有史以来我看到他最瘦的一次了。是的，老姐是在直播间越瘦越瘦。我已经来了一周了，我有些宝子们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啊？跟我一起跳了，我们一起 happy soul， 所以我们要回去，明天回去，明天希望可以明确回去找我们啊，好不好？ OK， 好了，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很开心， Grace 也来，然后来到我们的当中，然后又陪我们的孩子，待会我们结束之后再好好聚聚，好不好？谢谢，希望他那个没有那么快，明天可以留来陪我们玩，因为明天我们放假可以一起来玩，好不好？好不好？拜拜拜拜，好，跟大家说一下再见，拜拜。啊，好了，各位50多万人，各位加油，鼓励你们一起跳起来，在这个当中。哦，刚才钟丽缇，我真的这样。对，我跟你讲，只要一个人运动起来，他真的越来越美丽，而且越来越那个皮肤紧致，然后而且身体越来越线条越好。是，雅姐在开第一场的时候，对。他身体还是有点点肉肉的，肉肉的，丰满丰满。对，然后我再看到他，你还敢讲别人啊？他还说人家肉肉的。我也是啦，我也是。他还觉得你也肉肉。看一下照片，看一下照片，我刚开始跳的时候也肉肉。雅姐，你看我刚开始三月的时候也这样。对呀、啊。哦。他说你现在身材是天花板。天花板的。没有没有，他还没到天花板。像到甲板层而已，还要再上一个才到天花板。好啦，好了，来一起动起来，50多万人，各位一起帮我们按一下赞，好不好？我们给各个城市的小伙伴鼓励一下。接下来我们来一个比较轻松快乐的歌曲，水手怕水，帮助大家在手臂的雕塑能够更好，更有线条，不要有蝴蝶袖跟拜拜袖。我们一起跳起来，水手怕水，加油！然后我们就要来《本草纲目》喽 ，Come on，Let's go， 好耶！哎，每个人都说你今天很美，所以你看，有化妆还是有差、啊？就平常不化妆，只要一化妆就红了。叫我水手 ，Come on come on，OK。One more time，Come on， 再一次哦 ，OK。Come on， 往外，很好，再一次，加油，跟上。一起动起来，再一个开胸扩胸动作，很好，我们一起来动起来，动跳一下旁边划水，动作虽然变化多，让我们重复再一次，再一个，对，不难，变硬你就能跟上，看又是一样的动作，一起来，对，手部会很酸哦，但是就要求你手部线条 ，Come on，OK，、okay, one more time， 很好，来，这个动作比较简单，一起来，吐气，很好，我们准备换动作，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五来。OK， 脚往前，握胸动起来，很棒！如果你刚进来，赶快去关注，跟着我们一起跳起来，好不好？来，动作不难，会持续重复，你学的很快哦。再一次，叫我水手 ，Oh come on。来，大力水手一起比起来 ，OK， 我们站 ，OK， 来，手不会酸吗？各位就这样子，手部就雕塑起来了。来，再一个，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Come on， 最后一遍，加油！大力水手比起来 ，One more time， 很好 ，Oh yeah， 再一次 ，Oh yeah， 算
三三 ，Come on， 欧阳，坚持下去，你可以的。哟，一哈，哇，有没有坚持住的？手太酸了。整首跳完的，帮我刷下一。我的妈呀！可以吗？有觉得整首跳完的，帮我刷下一。有没有觉得手很酸的？有没有觉得手酸的？帮我刷下二。真的要再跟大家分享，这手酸是酸的，有效果的，有道理的。你看看这个肩膀的线条，是不是？然后还有这个弧度，有没有？所以你会慢慢越来越有线条，而且不会一直有这个掰掰袖。你看，已经没有掰了。我之前呢是很掰的，给大家看一下。掰掰袖，这个吗？这有看得到吗？这看不太到了，袖子被遮住了。你之前是这个啦，我不想这个才掰嘞。你看这肉多少，各位，所以各位，不要害怕，只要你愿意，改变的就是你了，好吗？跟着我们一起来，在今天呢有很多改变的见证。哇，你看很多手很酸的，对不对？有刷一二都是跟上的，非常的棒。但我看到好多没有设关注，为什么？奇怪，很多人来跳，但他没设关注，这很奇怪。你很奇怪，你想要跟我们认识，然后又不跟我们留电话。对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对吗？哎，你一直来看我们，那我们都看不了你。对啊，怎么回事？然后你一直来吃冰淇淋，然后又不给钱。对，是这意思吗？不是，他没有给钱。讲错，没有扫码，没有扫码，没有扫码加入会员。对，没有会加会员。好了，欢迎你们一起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今天非常开心。当然今天是练腿的日子，也许后面会稍微强一点，但前面比较简单，鼓励大家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接下来呢，各位来了，我们再来一个稍微嗨一点点的，把心率拉高。我们透过全球人最多人跳的操《本草纲目》，带着大家一起跳起来，好吗？ Let's go, come on. Oh yeah, come o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Yeah, let's go, come on. 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吗？可以吗？莉莉姐很漂亮，给你在前面站一下，漂亮吗？ Oh yeah, 我帅不帅？刘教练帅不帅？ Come on, one more time,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一起来，胯打开，很棒。各位怎么样？有没有熟练了？百万要跑走了，是不是？对，哎，又回来了。Come on， 胯打开，跟着我们起来，把脚踢开，准备换动作，踢高，高过90度。再一个，非常好，来。侧边的肥油我们咔咔让它掉，来，左边可以吗？各位动作都会吗？有不会的再跟我说一下。脚底踢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Come on， 从头再一遍，Come on， 来，踢起来。再来一次，可以吗？各位，动作不难，只要愿意，赶快跟上来。刚进来的，设关注 ，Come on， 再一次。肩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腰间的肥油咔咔掉，人鱼线马甲线，我想要。Come on，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水平高，50多万人一起动起来 ，Come on， 加油，你们可以的，跟上来，加油 ，Come on， 一起动起来，再一个，来，
下。哦，各位，50万人一起来跟你跳操，陪着你要今天一起来练腿。对的，要感恩一下，确实，敢参与今天练操的绝对都很多。这歌太慢了，稍微轻快一点的。一定有很多人今天呢会想说，哇，今天练腿太累了，我可能休息一下，而且又觉得天气太热。但我跟各位说一下，你们愿意坚持的，我们都要给你们鼓励一下，对，好不好？你们给自己按一下赞，我们请按一下赞。今天我们将50万人、50多万人一起按一下赞，一起按一个赞，给我们各个城市的小伙伴鼓励鼓励，好不好？此时此刻，来，5、4、3、2、1，一起按一下， yeah！ 赶快！谢谢你们每一位坚持的，你们鼓励的彼此。今天就我们夫妻俩一起跳操，对的。然后本来小乔要来，但是因为我们整个健身团队都在拍摄影片，对。那我早上我先拍完，跟 Vivi 也拍完了，对。这样就剩这些教练们还在拍。我现在有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对。我遇到了一个困难，什么困难？然后呢，让我卡住，哦。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什么意思？就是我需要你们大家的帮忙。哦耶。就是呢，大家都说我们的衣服好看，对。可是你看，光这个棉花糖系列。你们在直播间里面就看到几种花色，对，至少有5种以上。是，可是这5种里面我只能选3种，对，就我有选择困难症，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因为这都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然后呢，就是觉得都很漂亮，然后可是我又不能全部都。我不是跟你说吗？你可以开直播，让他们能够知道一下。我现在是想这样，你们可以帮我吗？就是我呢就去拍照拍好，然后你们帮我投票，选出你。帮我们选出你们心目中的前3名、oh， 然后我们就去把它做出来。OK， 这样是不是好方法？ Oh。 不然的话我真的很难选择，因为你都觉得好看。6个选3个，10个选3个，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有选择困难症，因为我都很太喜欢了。好，有人喜欢什么紫色的？对啊，有人喜欢彩色的。我明天就去预备，然后我拍拍照。你们觉得这件好看吗？这件好看吗？好看哈，你说这个好看对不对？还有这个配色是反过来的，是上面是黄色，然后这些紫紫蓝蓝的这种是在下面。哦，怎么选？对，你说怎么选？怎么选？2选1，怎么选？啊，这个难题我交给你们，交给你们了哈，帮我。好，来，如果你们今天呢，因为本来小霞今天要过来，她现在好像也在赶来的路上了，拍完了对不对？她在赶来路上，希望你们待会能够看到她进来到我们的当中，可能看。至少呢，在我们练腿的过程里面，最后让他们来鼓励我们一下，好不好？希望他能够赶回来，然后鼓励一下大家。好，我今天麦克风怎么感觉一直离我很远？是不是？是不是？就是有一些麦克风就是会晃来晃去。对，对，为什么今天这个突然就不贴我这边？因为你带到我的了啊？那是你的吗？我也觉得是这样子。他们就是好，没关系，来，我们来练一个腿，好不好？来 ，Come on，Let's go。今天先来一个简单的练腿，把大家腿部的臀部。臀腿的力量激活起来，我们一起动起来 ，Come on，Let's go，Come on。来，今天顾佑明也在我们当中，杨毅跟顾佑明一样不用跳，来，你们不用拍啊，他们也在看我们直播，加油！给我们教练鼓励一下，希望拍得又帅又好看，又美又好看。然后也希望小霞待会赶快回来跟我们一起，来，他不能练腿，再来跟大家聊聊天 ，Come on。再一次，如果你刚进来的，赶快设关注，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OK， Come on， 捏起来， Come on， 捏一下，对，很好，屁股夹紧，对， Come on， 再一次， OK， One more time， 正面。腿提高，不要只是小腿在用力，你的臀部、屁股一起要提起来，你的臀要提起来夹紧，对，再一次 ，Come on，OK，、okay， 往旁边一样，臀腿、臀部向后一起跳起来，对，很好，再一次，再一个 ，Oh yeah，One more time。右边左边再一次右边动作不难各位只要你愿意臀腿很简单就练起来了只要你做对膝盖就不会痛 Come on 屁股向后一个能力你可以蹲高一点或蹲低一点 OK 蹲一下 OK 左边
我们再正面，很好，再一次，右边，很好，往后看，再一个，加油，往左边，蹲下去，弟弟，中间，对，再一个 ，Come on，OK。Okay。原地踏步，调整呼吸，各位动作不难，都不难，只要你愿意，记得臀部向后就可以这样子动作起来。如果你的下背力量不足，你就蹲高一点点，足的就蹲低一点点。再一次 Come on， 脚向内旋 One more time， 很棒，来 Come on，五六七八，换边起来，脚尖起来，屁股提起来，很好，各位刚进来的热烈关注，我们在分享如何让你基础代谢提升，让你有翘臀，让你有好的曲线。再一次提起来，旁边再一个，很棒 ，One more time。动作不难，只要愿意，赶快跟上。OK， 掌声鼓励一下，是不是？几个简单的动作，大家就能够把臀腿练起来了。其实动作不难，大家唯一在做的比较，莉莉做都会做的有点怪怪的地方在这里，就是往旁边的这个。好，往旁边的这个，这个真的很痛。对，所以你坐侧边给大家看。对，各位很简单哈，你这双脚打开之后呢，你就是把屁股向后坐，你不要想是，你从前面看不出来，对不对？不要想腿弯曲，你不要想腿弯曲，你不要想腿弯曲，你想腿弯曲你很难，你想屁股，我脚打开了这一面，我刚刚原本是不是这个样子？我是把脚打开了，屁股向后坐，屁股向后坐，看到了吗？所以你看我膝盖不是这个样子的，各位，我是屁股向后坐，压下去，屁股向后坐，压下去。那你坐不太下去会变怎么样？我坐一下看看。对，因为通常我都觉得我腿打，你打这样子之后，对，然后打开来，打开来，屁股向后坐，屁股向后坐。对，我只能坐到这里。对，你要坐到这样，但你腰挺起来。对，所以你要腰挺起来，想办法你的下背这里要用力，每一次的用力就加强你的竖脊肌的强度，让你不会有脊椎侧弯相关联的问题发现或者能够改善。只要你加强，身体会秩序自主的帮你修复你的脊椎。当然有很大问题你一定要看医生，但一般人随便乱做或怎么样的时候，你平常只要练好你的竖脊肌就比较不会有问题，然后你只要正确的坐姿，你就会发现你的腰部就不会容易酸痛。所以这个动作很重要，好吗？记得如果你们还没设关注的赶快设关注，我看到好多人在刷屏但是没有设关注，欢迎你们进来，鼓励你们进来到我们的当中，记得跟着我们一起跳操，好不好？刚刚我们点一下关注，然后同时间各位来，今天这么多人，50万人一下一人帮我们按一个赞，给我们各个小伙伴鼓励一下，练腿比较辛苦，需要彼此的鼓励，你坚持下来，我也坚持下来，我们就坚持下来了。对，明天我们就坐躺瘦，好好休息。明天我中午还要请教练们、团队们吃饭，甚至小酌喝一点点小酒，庆祝一下小霞回来，庆祝一下张峰生日、佑明生日，好吗？庆祝我们有新的伙伴的教练，又有人进来加入在我的当中，都是我一些非常多年的健身的伙伴。所以各位，生活你可以享受。没有这么多的限制，但是你要每一天好好的练，对，练起来，坚持住，好不好 ？Let's go， 我们再来一个，接下来来一个女蛇舞，一起跳起来，好不好？心率把它拉高一点点，但没有这么的累，好了，来蛇舞，要不然女神操讲错，现在想要扭，准备，动作不难，画圈。摇一下，画圈，摇一下，胸 ，OK，Let's、okay, go， 杨毅学着点 ，Come on， 再一次
OK， 加油！洋溢笑脸，先顾友们笑脸，现在都在看我们直播。屁股，向左边，向右。他们两个不在，你看我们空间多大。撞树撞。两个了，好好摇一下，让大蟒蛇他们看看，来什么？来，对对对 ，Oh yeah，Come on， 兄。你我跟大家漫步整沙场，我也想一起不带感情等沙跑，而你穿上后腿从我摸不到，我只能等到你屁股上进来跑。黄粉的脑子在堂堂真假。再一个，方向要一样，面对斜侧方，斜侧方，对对。副歌，那我在你后面，抬头挺胸，向下一个一，背不要往前拱，抬头挺胸，背不要往前，对。摇一下 ，Come on， 往这边，哦耶，双人舞，抬头挺胸，弟弟，你背不要往前走，对，背不要往前走，再一次，抬头挺胸，看前面，对，对。很棒，对，就是这样。Oh yeah， yeah。你有没有发现我在你后面？是，一直很像你的影子，好像跟我跳一样的感觉，是不是？阴影有没有？阴影在你后面。有。你知道为什么我都喜欢在你的微微的后方吗？为什么？有好几个含义。第一个，我说给你听。第一个，因为你是我们家的头，因为你是老公。对，你是做主的人，对不对？是吗？所以你要，我是做主的人，你要站在前面，然后我是老婆，我站在后面一点点。对，我虽然像个影子一样跟随着你，但是对，听好了，男人没有这个影子，他就活不下去了。你看，如果你一个人没有影子，那代表什么？他就是个鬼，你懂吗？没有影子的人是个鬼。你这就不是活着的，好，所以你在直播不能乱讲这些话，不能讲的。拜托，你好，我知道你想表达意思，但是因为你想要表达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就是影子很重要。好，对，好了，影子很重要，影子很重要。但是你影子又不能超过这个主人。对，是，对对对，好，这个比喻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形容了，这是他自己突然想到，但我也不能理解他脑袋瓜想的事情。就这个呢，好 ，OK， 大家听听就算了哈，不要想太多，OK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这个智商不够，智力不足？没有，我的妈呀，刘秋燕，你身边的人怎么都这么傻？哎，你不能把自己现在的状况又弄到杨毅跟佑明他们身上了，他们几个已经够单纯了，你不能在他们。单纯的人一直单纯下去了，会吸引单纯的人进来，对，然后又整团都傻傻的。哎，我们谁傻傻的？你这样为人家觉得我们物以类为聚，傻傻的聚在，我们是单纯、充满热情的一群人，我们就单纯的朝着目标前进，没有想这么的多，就是一起往前走，好不好？好了，来了，刚才呢做了一个蛇舞，现在我们来一下踢腿，开心一点的踢腿，好不好？那首歌知道吧？不会再放错了吧？哈。来，你放，来了。哎呦，这是什么？踢腿。踢腿啊！来 ，Come on， 今天我们来一个不一样的音乐，一起来踢一个腿，好不好？跟着我们起来 ，Come on， 加油，手，给我。啊哈哈！
准备踢 ，Come on， 还没有跳，跳起来，动起来，各位跟着一起摇起来 ，Come on，Let's go， 如果你刚进来，赶快设关注，跟着我们夫妻俩一起动起来 ，Come on， 加油。来了 ，OK， 是不是这样？是这个动作吗？怎么样？哇，我忘了这腿是怎么样 ？OK， 就这样。来，准备，踢，退 ，OK， one more time， 再一次，跟着来，加油，跟上，把腿踢开 ，Come on。准备开合跳 ，Come on， 跟着我们一起来，动作不难，只要你愿意，一起跳起来 ，Come on， 加油！如果你刚进来的，赶快帮我们设关注，跟着我们一起跳，走，一、二、三、四，不会喊了，对不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小腿后面 ，OK， come on， 摆动 ，one more time， 再一次 ，OK， 开心，跳起来 ，come on， 新的音乐，动起来 ，one more time，come on。上腰旋转 ，one more time， 再一次 ，come on，oh yeah， 跟上来，打保龄球 ，one more time， 动作不难，再一次。脚往后勾，跟着我们一起 ，One more time， 各位加油，一起动起来，呀、yeah ，哇，好了，哎，哦，我觉得这好嗨哦，很嗨嘛，对不对？哦，很，是不是？很拉丁的感觉，很，觉得过瘾的帮我刷下过瘾，觉得嗨的帮我刷下嗨、啊，好不好？而且我觉得开场的那个音乐。那种很欢乐的非洲的那种，好像跟动物一起那种大草原的氛围，也很嗨。对，待会我们可以在练腿的过程当中再来跳一次，好不好？就是心情会愉快，你知道练腿很需要被刺激一下。各位，接下来来了，好不好？这个呢，先给大家我们来跳起来练腿。你们想要练什么腿？说一下。想要。刚进来的帮我们设关注，今天想练腿，想练哪一个？自己说点，大家应该会先想要把那个龙泉给练掉，想把龙泉先练掉，对不对？龙泉每次到了最后真的是，哎，哦，对，压倒我们最后一根稻草的那根草，对，好了，来，要不要来？你跟大家问一下，我们先练龙泉，调整一下好不好？我们先把这个最难的给练掉，后面我们就轻松了。对，你觉得如何？如果好的话，你帮我扣一，然后我们就开始练龙泉 ，OK。好，来，有没有扣一吗？好了，那音乐就下来喽，龙泉喽，好不好？龙泉，龙泉可以吗？深蹲，来喽，龙泉跳起来 ，Let's go，Let's go， 张峰不在，正好是我喽。来一个乱打拳，来一起来 ，Come on， 啊，不行，掉下来了。来，动起来！远行在东北东，在民主的海岸线，像一只龙，那长得像
千年来诞生的梦，我用双飞来开着整个土地的种，蒙古高原下的风，写些什么内容？汉字到底的互动，阴阳调和和天空，跨越古龙，登上泰山顶峰，我想起天边风，晒着一身古铜。That's right， 我就是那条龙，可以了吗？表情要快乐，一起来，准备，云手砍柴，加油 ，Come on，Let's go， 准备。吐气，再一个，吐气，再一个。呼气，呼气 ，Come on，Let's go， 加油，射边，再一个 ，One more time。最后一组了，各位，可以吗 ，Vivi？ 代操龙拳是不是不容易？对不对？喘不过来气了，各位调整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我们最后一组，一起努力，坚持下去 ，Come on，Let's go， Five， 换。就是那条路，吐气，自由了，加油！我就是那条路。恭喜各位，龙拳打完，哦，非常的棒，果然是麦克风的问题，刚刚那么小声，现在终于恢复我的音量了，我可以轻松一点了，可以吗？各位给 Vivi 点赞一下，一人按一个赞，好不好？我们将近还有快50万人，一人按一个赞，我知道大家现在没力气了，那还没有设关注的，赶快设关注，我们看到好多人进来都没有设关注 ，Come on， 哈尼，对。谁断气了？刘良姑、小邓子，设关注 ，Hello， 要疯了！你看 Vivi， 你觉得当个教练容易吗？太不容易了。哥，我平常就这样一直带你们从头到尾。他带一手龙拳，他像整个人就觉得气快没了，是不是？说一下你的感想。刚刚带操的时候，你才带了一半而已，感觉怎么样？快没有气，快没有气。你知道？加油！救命啊！加油！救命啊！加油是对你说的，救命啊是我真实的心声。所以你表面是在说加油，但你心里面是自己在说救命，救命，是不是？觉得感觉怎么样？太累了是吧？加油！赶快加油！救命啊！加油！救命啊！没办法。对，各位，
这样你知不知道你老公从头带到尾每一次这样子九十分钟怎么过来的？这么多长的时间啊，晓得吗？我知道啊，我一直都觉得你很厉害啊，很崇拜你啊。听到了吗？所以今天这几个你看到没有？那个杨毅啊，从来都没有。杨毅他就是肌肉大而已，他没有什么。你看他像榜一当大哥，还想大家多给他设关注。小心眼很多这个人，而且他故意回去的时候，他回西安还故意晒更黑，然后赶快狂练，然后呢吃了很多营养品，跑来跟我们讲，很壮，还理了一个呆呆的头，有没有？而且还敷面膜，还敷面膜，每次保养比我还勤快。我的妈呀，他想抢走我的保养品代言人，我觉得只是因为他太黑了，人家不会找他。你想太多，想太多了。他心思没有那么没有那么细腻，是吧？因为他，我像因为我知道他像在榜一看我们，因为你知道吗？他其实心思真的没那么缜密。哎，是他心思怎么样？我发现你的朋友啊都很单纯，真的啦。就是我以前觉得佑明也还蛮聪明的，看起来很有智慧，演戏也演得不错。然后来到我们的当中，大家成为团队之后，发现怎么大家都跟张峰一样，都傻傻的，都傻乎乎。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才适合。我们当中算是比较有脑筋的，算是玉轩教练了。哦，真的吗？他算比较有脑筋一点。我以为你说的是你。我比玉轩教练再有点脑筋，好不好？好了，来，各位，刚才练完龙拳，现在我肯定给大家稍微轻松一点点的，不要让大家带难，好不好？轻松一点，嗨一点点的女神操，来一个嗨一点的女神操，是不是有一个？有个嗨的女神操吧，对吧？我们来一个另外一个音乐不同的嗨的女神操，音乐小一点点，小声一点点，对。大家试试看这个好不好，你们听一下感觉音乐不一样哦。 One more time， 看吗？音乐有没有这感觉了，可以吗？左右一起动起来，看到各位，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Yeah! 5, 4, 3, 2, 1 Come on，轻松一点点，左右先摇一下，改善你的假胯宽。Yeah. Oh yeah. 要紧了。二头。Come on. 新的音乐试试看嘛，不要怕尝试。不好听大不了下次不用，我们总要跳跳看三头。再来。音乐太大声了吗？你们听一下，手机音乐会不会太大声？下上 ，Come on， 会太大声吗？有吗？好像没有吧，哈、哦，不会哈、哦。5, 6, 7, Go， 很好，一起来，加油。跟着一起跳，摇起来 ，Come on！ 记得摸脚步，手肘向前，手不要打开。再一次，让手肘要往前。哦，这很累，节奏比较快。下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1, 2, 3, 4。5, 6, 7, 8。2, 2, 3, 4。5, 6, 7, 8。左右摇一下，调整一下呼吸。对，这节奏比较快，是不是？很好。稳背二头 ，OK。哦，虽然比较快，但比较短。怎么样？这个音乐大学可以吗？它比平常的女神操速度快一些。对对对。累炸了，是不是？哦，我本来想说这个可以嗨一点点，怎么突然觉得它好快哦？我们是可以就是在前面缓缓的，对，开心的，有点这样，这样子有没有？对。然后到了后面就开始很燃的这种，燃起来。虽然动作一样，但是氛围节奏不同，带给你的感受就真的会不同。对，所以各位哈、哦，只要你呢勇于尝试，有时候刚开始不太习惯没关系，各位我们就试试看，调整看，搞不好我们就找到更燃、更不错的音乐。我跟你说，你如果还没关注的话，赶快设下关注。我想问你个问题啊，你看我们刚刚在练女神操的时候，对，都是膝盖不要超过脚尖，站着屁股往后，对不对？对，然后这样子扭，对不对？对，对。那有没有一种是扭八字形的？有啊，你说前后啊，会不会怎么扭八字形的？就是
画一个疤、哦。干嘛？你问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可以更难度？没有，但你看你这节奏，你要抓，你看多难抓这个节奏。那你跳舞看。没有了，我不要跳给你看。我们刚才的那个什么东西？哦，土耳其冰淇淋就有了。对呀、啊啊，就已经有画圆了。那我们来跳土耳其冰淇淋。好啊，来跳一下土耳其冰淇淋好不好？但我们今天腿还有两个没练哦。可以再跳土耳其冰，不行啦，这个要先练腿了。待会我们再来跳土耳其冰淇淋。怎么骗不了他、啊？奇怪，怎么搞的呢？我想说就是土耳其冰淇淋，顺着他的话，很多人就把他骗走，然后就先跳土耳其冰淇淋。不可能啦，然后默默时间就过了，当教练这么久了，我能够随便被你们糊弄就过去？怎么可能？哇塞，我这个我跟你讲，你都被我糊弄二十几年了。我没有别的本事，就在训练的时候，我绝对是斤斤计较的，因为呢。我不斤斤计较，我会觉得我对你不认真。我可以敷衍你，让你今天就过去。对我来讲，你轻松我快乐，但你不会有进步。对我来说，我的就没尽到我的职责。我希望你不仅快乐，而且有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今天的轻松快乐没有办法代表你明天会更快乐，但你今天又进步了，那你明天一定会更轻松。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当别人看到你好像毫不费力，其实在私底下你已经拼尽全力。这就是我们平常给别人看到，我们几个教练每次在练，就大家都不会练的时候都不说，都自己早上一起来就自己先练，然后练完之后一吃早餐的时候每个就开了，然后我们就今天早上练了是吧，小练一下小练一下，大家都会很客气的说，其实个个都狠着练，但在别人面前就说小练一下。我跟他们讲的就是，你绝对不要让人家觉得你练得很辛苦，但是你一出来就让人家觉得你就是一天生好条件，他很嫉妒，哎呦你真讨厌，你怎么不练就这么好。其实私底下你鸭子划水的厉害，周杰伦每次他 freestyle 在舞台上面随随便便就讲很多，对不对？早就在台下准备好了，哇，把他的秘密说出来了。喂，就是意思就是说，你就把人家秘密说出来，你要感觉他这么轻松就能够做完这件事情，因为他在底下已经练了很多遍了，所以等到他上台的时候，他随意就可以了。太卷了！你说什么苹果弹钢琴没有练过就能够弹出来？你随便拿个苹果就弹出来啊？他真那么天才？抱歉，天才也是后天的努力才能展现天才的。所以如果镜头前面有小朋友，要记住哦。对。一定要努力练习，练习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练习能够持续增加你对自己在专业项目的信心，你就能够站在台上，在比赛场上信心十足。你比别人更有努力的练习，你就更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所努力的，别人不一定能达得到，所以我更有信心，好不好？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练一个腿 ，up down bunk， come on， let's go。跟着我们一起来动起来，今天空间很大，还可以在我们教练团队都不在，就我们两个，好自由哦。Oh yeah， 三四左边，正面一二三四右边，七摸脚尖，动作不难，再一次 ，Come on！ 如果你还没设关注的，赶快关注起来哟。One more time， 再一个，头抬起来 ，OK，Come on，OK， 蹲，对 ，Vivi， 正面，身体正面，脚侧面，再一次，身体正面，脚侧面，再一次，脚往旁边一点，不要往后踩，往旁边一点，不要往后踩，对 ，Come on， 跳起来。动作不难，横移，右边左边，上身保持不动，来前后一二三四，五六七，One more time，我们再一次，这边右边左边 ，OK，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One more time， 再一个，很好 ，OK， 我们从头来一遍 ，One more time。二三四左边，七正面，很好，对，右边，二三四摸脚尖，再一个 ，OK， 非常好，各位加油，帮助你的屁股脱离地心引力 ，Come on，
再一次，来侧蹲，正面，脚往旁边，对，看正面 ，Vivi 看前面，再一个，看前面，脚往侧边，往右边，再一个，脚往侧边，对，不要往后踩 ，OK， 跑起来，加油，各位，往右边，左边，动作不难，很快学会，一、二、三、四，再一次 ，Come on。OK， one more time， 一、二、三、四，五、六、七、one more time， 再一个，蹲下去一点 ，BB， 站太高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抬腿，原地踏步，调整呼吸，这时候给大家休息一下，喘口气，鼻子吸气，嘴巴吐气，我们把腿部稍微放松一下，最后再来一次，你可以的。我们一坚持住，让明天做躺瘦 ，Go， 抬起来，很好，我们踩，再一次 ，OK， 原地踏步，一，再一个，调整呼吸 ，One more time，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OK，、okay, 再一次，再抬一遍、，One more time， 一，二。三、四，左边，六、七、八，正面，二、三、四，右边，五、六、七、八，摸脚尖，对，屁股有被提起来的感觉，脱离地心引力，让你有翘臀，这个动作要学会，蹲，很好，往旁边，往旁边，不要踩到后面去，往旁边踩，对。身体保持正面，再一次往旁边踩，对，很好。OK， 跑步，最后一个，横移动起来，右边蹲下去，左边，右边，左边，前后一、二、三、四，前前二，往左站，右边，左边，右边，左边，一、二、三、四，五、六。OK， 恭喜各位，第三个练腿完成了 ，Give me five， yeah， good， good， 非常好。来，手给我一下。今天怎么特别累啊？今天感觉特别累。哦。因为我们今天去拍摄影片，是不是？不是。啊。我觉得是因为人太少的关系。所以呢？只有我跟你，你的注意力都在我身上，一直叫 Vivi。哦。你知道我老公只有在一个时候叫我 Vivi 的时候，我会忽然很生气，很想暴怒，然后有一种想要揍人的感觉。为什么？就是在运动的时候。Vivi， 来蹲下 ，Vivi， 脚放后面 ，Vivi， 再蹲下来，这不够蹲了 ，Vivi。怎么样？你知道我跑马拉松的时候，就在旁边从头到尾。一直念，跑起来 ，Vivi， 快快到了 ，Vivi， 一直叫 Vivi， 我的妈呀！跑山铁的时候，先游泳，骑脚踏车，最后跑那五公里的时候，我都快不行了，都快昏倒。他在旁边 ，Vivi， 来跑起来，快 ，Go Go Go！ 好好好好好。然后那个时候我真想，然后没有，我跟你讲，后来我们一个朋友。他是董事长的夫人，从他旁边经过，然后大家都觉得 Vivi 是很温柔的。我说 ：“Baby， 加油，你可以的。”就他或者闭嘴，就他喊这个话的时候，人家的董事长夫人刚好从旁边跑过去，又吓了一跳，就想说：“哎呦，这女孩平常这么温柔，怎么跑起步来这么狠呢、啊？”我就笑在后面一直偷笑，因为他不知道人家董事长夫人从旁边跑过去，他叫人家闭嘴，不是叫他，我是叫你。对，但你对你没有看后面。不知道他来，他往旁边的闭嘴，就对，吓了一大跳。好了，来，刚才大家一直在刷周大侠，是不是？想来一个周大侠，今天都还没跳，对吗？哇，今天练腿的日子，想来周大侠的都是一个汉子，因为现在腿累了，我们让上半身也累一点点。今天我们就把他卡路里爆表，好不好？没问题，让明天大家做躺瘦，一起来，周大侠，还没设关注的，赶快关注起来。跳，右边跳一跳。
走起，勾拳，混不菜，下勾拳，加速，再一次，混不菜 ，Come on， 跟上。我刚跑绕圈好累啊，核心，我稍微伸展拳头，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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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呀！掌声鼓励一下。Give me five。你今天怎么那么嗨啊？因为空间很大，没有人嘛，我就能释放开来了。因为明天要放假，对，休息。我就是觉得，哦耶，是不是因为明天放假，所以你特别开心？对，超嗨，精力旺盛的你。没有，因为明天放假之外，我只有早上要开会到中午。周大侠，中午之后，我跟团队兼教练还有团队人吃饭，下午就可以好好的练健身，没有人吵我。话说啊，很棒。我们明天是不是又有一个新的教练要进来？对，还有一个教练要进来，怎么样？你明天怎么样？明天放假，但礼拜六说不定，不晓得能不能遇到他。如果哦，是从以前就认识我的人，大概在我的社交媒体也看过他。真的？因为以前我跟他拍很多的东西，我抖音的视频里面以前也常有他出现。他没有说什么话，长得就是帅，身材就是好，没什么其他优点。而且唯一的优点跟我们团队都一样，就是傻。哦，没有，单纯就是单纯，单纯。我跟你讲，说我们傻了，我都不会找太聪明的，我都找对健身有热情的，就是愿意肯，这叫做什么呢？这苦干实干的，就是这种，跟我一样，不要问太多，就是做对了，做就对了，就是服我们男孩女孩，努力向前就对了，不要考量其他的，就是先努力。拼就对了，总有一天这条路就是你的。对，加油好不好？来，谁要中暑了啊？要来冰淇淋了是不是？哦，他们有人跳说已经570大卡了，8:49了，各位来，不行，谁刷公公的？你这太容易偷懒了，像49就公公结束之后，我们还有一个那个腿没有跳。哎，怎么样，你们最后一个想要跳什么？你们说，已经49了，你们想跳什么？明天没有直播，今天最后了。我跟你讲，除了公公，我其他可以答应你们，不能是公公。土耳其冰淇淋，好不好？土耳其冰淇淋，好。刚很多刷土耳其冰淇淋，还有人没设关注的，哎，你还没设关注，好意思吗？蒙古，大家交朋友是这样子的吗？加入到我们的当中，土耳其冰淇淋还没跳啊，好不好？来，土耳其冰淇淋其实也很累，记得。今天土耳其冰淇淋的这个哈，脚要往后踢，这个心率也一定非常的高。OK， 记得脚往后踢。Sorry， 好来，可以吗？土耳其冰淇淋，我们一起 来。OK， 小霞快要到了。他最后有人刷吴尊啊？吴尊怎么来了吗？他有来吗？吴尊有来吗？我看一下。他有看到吗？没有啊，没看到啊。我先看一下，从1到18都没有、啊。杨毅一直站在第一名的位置，再来是第二名的是顾佑明，再来是个什么季显。季显是我们的这个男孩，是不是还是女孩？然后还有龚、嘉宏、二宝、ZTR、跟练的蜗牛。哎呦，这名字取得真好！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好，怕把麦克风唱爆。好，来，
土耳其冰淇淋，还没设关注的设关注，记得好不好？第一次来的要设关注。如果你进来跳没有设关注的，祝福你今天跳操卡路里比较少。你很幼稚哎、欸，给他一点惩罚，就是说你没有设关注，你很幼稚，你燃烧卡路里会比较少。刘教练不是傻，他就是幼稚。土耳其冰淇淋，我们不是幼稚，幼稚我们是天生。来了，土耳其冰淇淋。Hello， 我是 DJ 巨炮，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to Doctor Massey》。Come on， let's go。来，五六七 ，Go！ 土耳其冰淇淋，就是少女人的心，在你的面前转来转去，却捉摸不定。这音乐跳不停，也可以跳 locking。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再一次，这个高级和弦，这个前分音，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冰，还能胸膛肌。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弹吉他，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透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谁说白将？Come on， 一起来！扭屁股！玩不成！脚踢起来！踢起来！调整呼吸，还有一遍，可以吗？不要害怕，最后一首了，就要打卡成功了。各位，跟着我们一起来，跳起来，全身燃脂，能雕塑就是此刻 ，right now， right here， come on。土耳其的进行曲，太疯狂的编曲，这一个背景点亮动望你的神情。仔细听几个背音乐，点亮音乐，点亮心，那是我强烈的建议。OK。高级和弦，几个前分音，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就像麦克冰，还能胸膛肌。你最好继续，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哈，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电吉他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你猜不透也想不到，摸不着头绪，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谁说白将？打鼓一下，再弹吉他。有没有升天的感觉呢？就是这样子，但是还没有完，马上再开始了。哦耶！掌声鼓励一下。恭喜所有的男女孩们，今天打卡成功了。耶、yeah, 哦！开不开心？开心吗？觉得累吗？觉得爆汗吗？觉得过瘾吗？各位，帮我刷一下一。土耳其冰淇淋是一个很好玩的。跳完成的打卡成功的，帮我刷一下打卡成功或五，好不好？土耳其冰淇淋是一首很可爱又很好笑的一首操，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Yeah, 你很喜欢对不对？对啊，因为他的动作看起来很滑稽。但是呢，每一个动作都很有用。对，他都第一个动作，他这个是俯卧撑的动作，对，他只是站起来做，变成站着的俯卧撑。对，有没有？所以你会拉开胸，拉背要夹紧，拉背，拉开扩胸，夹紧扩胸。对，所以因为你们常常哈、哦、都没有练背。所以你们的背的肌群会稍微显弱，才会造成你们常常圆肩驼背。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地上的俯卧撑，恭喜你们，变成站起来的俯卧撑。呀、yeah. ，然后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什么？ Oh. 就是折返跑的动作。哎、欸，小霞来了，小霞现在第七了，是不是？哦耶，也到我们现场了，你先弄麦克风。好了，小霞在最后
赶到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哎、如果还在现在的让我们一起打欢迎小霞，打欢迎小霞好不好？小霞回来了耶、yeah! 欸、小霞没有跳过土耳其冰淇淋，对，下次我们可以邀请她一起来跳，下个礼拜然后呢、啊、这个礼拜六，好，礼拜六，对，到时候约她一起来跳，她好久没来，因为她武打刚打完全身是伤，休息一下，所以今天她就拍摄影片，跟我们整个团队拍摄宣传影片，现在进来了，来耶、yeah! 我们都湿的了，不能拥抱了，都湿哒哒耶、yeah! 好了，跟小霞打声招呼耶、yeah! 好了，你看了没，都在打欢迎小霞了，大家很想你们啊、哦！我归队了，哦，归队了，太棒了，来我帮你转一下哈，你声音比较 好，对，可以了，好了，开心，对，然后呢大家现在一人按一个赞好不好，我们给小霞持续按一下赞，给他看一下所有人想他的热情好吗，一起按一下赞，一二三开始 come on yeah， 而且呢跟各位说一下，小霞最近呢还有一个电影要上，对不对、哦、对，是不是我看到你们有在宣传呢，一个九号怎么一拍完就可以上、啊、狼群，狼群嘛、啊、还是上一个 有小两年的时间了，哦哦，非常棒的一个全新的尝试，而且你是跟张晋哥一起拍的、哦、对不对，还有志廷，李志廷、哦、李志廷，对、一起来拍、哦、李志廷呢，什么时候上映呢，九月九日，九月九号就上映了，好吧，大家记得中秋节的时候除了看我的中秋晚会之外，一定要去看小霞的电影《狼群》，好不好？而且这次这个我看了你的伤，这慢慢像脚好了一点。你知道小霞她有一个外号叫什么吗？叫什么？她叫梅花鹿。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她每次拍戏的时候拍回来就青一块紫一块，全身那一打开之后，你看为什么她都穿长裤？哇，都是伤，你看。因为她脚一抬起来之后，就是像梅花鹿这样一块一块。淤青淤青的，他每次光淤青一圈这个啊，对，就要两年才会好，两年太久了，有这么久吗？他是你是身体循环不好还是有什么？没有，我跟你讲，他这次去拍打戏没几天之后，他的腿的那个骨头就折到了，对不对？骨裂了，就骨裂了。给大家看一下，还好吗？你确定吗？新的那个也没有。哎，人家都是秀美腿，我们没有哦，我们秀的是伤腿。你看，对，绑着绷带，好不好？大家给小霞按一下赞，非常的棒。当侠女，当这个叫不容易啊，不是侠女，是另外一个哦，武打女星是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但我觉得拍出来的效果，大家能够喜欢。那付出再多我觉得是值得的， 对， 对，但前提一定是保护好自己。哎，这次我看到你电影里面你还染了一个那个头发，是那是真染还是假的？真的染，染了八个小时，哇，然后就是染那个一个奶奶会的，对啊，我、哦、然后就变得更酷更冷血的感觉，因为你又是里面唯一的女生，对不对？对，这一次负责情报，然后情报搜集，收集这样的、嗯、狼群听起来就非常的酷，就是哎，我跟你讲，下次我们要演的这种电影应该都没有女生。下次我跟你讲，我们就那个找几个教练们，我们一起来拍一个，好啊，很酷，就是这种拍一个这种的，特种部队这种。那我可以演什么？你可以演被解救的那个人质，对一，我演人质也可以，我演那个啊，救命啊，救命啊的那个。你这种最像，就很怕累啊什么的、啊，好痛，这种就是这样子。适合吧，好吧 ，OK， 最后带大家做一点拉伸，好不好 ？OK， 小霞你做来陪着我们一起拉伸一下，好不好？来，最后带大家做一点点拉伸，先把腿部拉伸一下，来，音乐放起来 ，Come on。好，来，我们开始拉伸喽。对，首先呢，我们先把这个腿拉一下，因为我们今天练腿嘛，对，要不然先拉一个，拉一下我们的腿后侧。不能忘记腿后侧，来先拉一下往上，粉色海洋嘛，听一下嘛， come on， 来粉色海洋嘛，人家周杰伦刚出一个粉色海洋 MV， 我们要赶快放一下粉色海洋，好可爱的罗密欧的声音，其实我是想听罗密欧的声音，对，好想念他、哦、来再一次，再一个拉一下腿后侧，好 come on， 来右脚再拉一下， come on， 加油，对，很好， one more time， 我帮腿拉一下就好，好不好？加油，已经九点了，是不是？大家鼓励一下大家哈，跟到现在都很不容易，加油！最后来，股四头再拉一下，对 ，OK， 脚侧面，对，很好 ，Yeah， 很棒，五六七
换左边来，怎么站不稳呢，人质？你是被抢救的人质，很好吧？如果你还没设关注，赶快设关注。明天我们会休息哦，然后礼拜六的早上，我们呢一样会一起来直播。如果小霞的身体允许的话，我们就一起来早上跟大家一起练一下，好不好？大家会说罗密欧是谁啊？罗密欧就是杰伦的儿子。对呀、啊。粉色海洋里面说话小男孩的声音啊。呀、yeah, ，对，好不好？好，最后屁股再拉一下，屁股吸屁股哦。OK， 拉一下腿。对你坐在上面拉就好了，沙发上拉一下，小霞。好。对。OK， 哇，好舒服。对，大家叫你不要走。对，他休息一下。好，这两天我们让他多休息，看礼拜六早上比较轻松，来跟我们一起练。今天呢，他本来想说来练腿，我觉得不要。还有他拍摄也没敢回来。他腿受伤，还是要让他对好一点。OK， 好 ，OK， 今天我们在直播间，谢谢大家的支持，在练腿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希望大家今天恭喜所有打卡成功的，也记得礼拜六的早上，切记早上要跟我们一起来跳操。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没有时间能够跟我们的，有时候你可以到刘畊宏的肥油咔咔跳看一下我们的重播。然后我们有很好的拉伸的新的操给你，是玉轩教练跟张蒙教练一起拍给大家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要在这边一起来跟大家说再见喽，好吗？各位，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也鼓励你们记得赶快早一点休息，不要太晚睡觉，不要熬夜喽，好不好？晚安。然后呢，加入到我们粉丝群的粉丝群里面的朋友们，我呢都会留话给你们，然后有时候会发一些照片给你们。然后明天也许 VV 姐会直播，大家可以关注她的账号。然后呢，她会直播，请看一下我们明天到底在干什么呢 ？OK， 好，拜拜，再见，晚安。大家晚安 ，Yeah， 然后记得哦，我想看，我想看哦，拜拜，再见 ，Oh yeah。